要再摸摸看斜立的鹿角吗？摸摸头吗？别这样子了，人家的身体会兴奋起来的。摸头，这种程度的温暖根本无法浇熄我对善待姐的憎恶之火。虽然摸宰杀肢解排练对齐斩首示众，沉浸在节日气氛令人憎恶的愚者就交由我亲手扑杀。坏孩子是说Jingle bells, jingle bells, jingle all the way.